唱戏不如何云伟，唱歌不如曹云金，嘴没有李菁利索。但现在岳云鹏火爆程度已经超过郭德纲所有徒弟了。用郭德纲的话说呀，岳云鹏的艺术风格可以归纳为作死俩字儿。整个德云社中，岳云鹏是将人至贱则无敌发挥到极致的一个人。对于演员来说呢，这是一门技术活，观众爱着小岳岳在表演中的贱相，岳云鹏从长相到表情的喜感也具备了将贱字充分发挥的能力。如今小岳岳也要收徒弟了呢。8月30号，岳云鹏微博回忆自己的拜师过程，同时表示自己拥有了新的身份，摇身一变我也成了师傅，嘿，今天我要在民俗宫收三位我自己的徒弟。他发长文感慨自己属于极笨的那一类人，学习相声的过程也是很枯燥的，但幸好坚持下来了，如今收了和自己一样同是来自农村的三个徒弟，不知道他们是否能红，但踏踏实实做事，老老实实做人，我们会走向更大的舞台。上天黄河两道弯，八字大张口，言字往里钻，左一扭右一扭，左一长右一长，中间加个马大王，心字底月字旁，留个勾大挂麻糖，推个车车逛洛阳，逛洛阳。